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拍的是什么戏吗？我们拍的这一场戏叫做戏中戏，就是告诉你，让你猜猜猜猜。戏中戏是这样吗？ 你怎么爱上别人？到底是谁？跳！你到底是谁？还是这样？别动了，豆哥。别动了。别的。 三是九嘛，好啊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你们在想什么？三十六，三十七，三十八，三十九，你们就去猜吧。又或者是这样？知道吗？我的法力无边，我会收了你，怎么收了你？怎么也收不掉你。难道我的法力是？天哪！ 法力都没了，怪不得我都能御剑飞行。天庭，我还回得去吗？此处来到了小溪边，有没有船呢？这应该是方舟吧。